体育运动的生机孕育在无穷的宇宙之中，无以穷尽的体育搏击编织着色彩斑斓的世界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与您共同跨进那塑造人类辉煌的体育空间，如流星似闪电，体育新闻信息时代的先锋。体育大世界展现着力量的对垒、意志的抗衡、智慧的较量、健与美的结晶。世界体育报道向你诉说着异国他乡的故事与风情。世界足坛群英荟萃，足球之夜，球迷每周的节日。五环夜话，高朋满座，成败得失尽情评说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与全国人民同在。拳击台栏目每周一下午6:20，请您欣赏。今天为您安排的两场拳赛是阿亚拉对洛佩斯的十回合最轻量级比赛，以及莫雷尔对洛佩斯的四回合次轻量级比赛。请注意节目播出的时间，今天下午6:20。诚挚奉献，您最渴望欣赏到的节目，请在今晚进入观众点播台，节目将在晚8:20播出。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田径冠军陈月玲告别故乡5年。当我们在美国再见到这位世界上走得最快的女孩子的时候，她已经是女大18变了。然而最使她难忘的是什么呢？本台二套节目今晚9:07，欢迎您收看世界体育报道，我们将为您介绍走在美国的陈月玲。
乃川，有容乃大。体育新闻类栏目。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, telling me just what will I feel.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the day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.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has gone away,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. Never had a chance.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体育频道将实现全天24小时连续播出，每个24小时之内提供更多现场直播，覆盖全球顶级赛事。6档体育新闻，网罗天下体坛消息。2005年9月5日开始，体育频道24小时激情全天候。
里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。
我放弃就是够成功，不要得到做个送，坚强都是种光荣。我要到彩虹，在心中这样飞。把我的梦放手中，为这世界成就。20岁，她没有进入百米决赛，但却是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牙买加女运动员。28岁，她没有好的运气，因为那时的格里菲斯·乔伊娜几乎是不可战胜的。32岁，他没有站上领奖台，但距离百米冠军只有0.06秒钟。36岁，他没有输给百米冠军德福斯，是现场的电脑判定他获得银牌。44岁，他没有跑过终点，肌肉拉伤使他不得不告别雅典。48岁，梅勒尼奥蒂没有一枚奥运会金牌，却依然拥有着自己的奥运梦想。China and Beijing with great expectations.
此点燃是希望在跟随，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时，心灵在体会，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，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，超越梦想一起飞，你我需要真心面对，让生命回味这一刻，让岁月铭记这一回。
体育晨报栏目由路由体育、我想我能、路由独家特约播出。三。快讯栏目由贵人鸟体育独家特约播出。新闻栏目由上汽通用50、50汽车品质驱动生活特约播出。
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。目光再次汇聚，伦敦奥运会将盛大开幕。中央电视台将记录每一块奖牌的诞生，呈现每一个精彩的瞬间，最及时的现场直播，最丰富的报道场段，为中国观众开启全新的奥运之门。从北京到伦敦，历经四年，我们再次齐聚荧屏，共同见证奥运盛典。七月，中国之星将在伦敦闪耀。第三次代表国家参加，站在奥运赛场上，我能放得开。我想的更多是比赛这种竞争，也希望能够圆满吧。实力上面会有一个大的提升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每一天练好。奥运会对我来讲真的是一种梦想，一种追求，可以说是一种经历。我们也将见证英雄的诞生，尽自己的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奥运冠军，现在我的期盼会要背负着中国游泳所有人的梦想，更强烈，为我自己的梦想去拼搏。奥运传奇，我们将共同经历，屏住呼吸，不放过每一个震撼的瞬间。前所未有的奥运转播，就在中国中央电视台。体育频道，接下来为您播出。
体育频道，接下来为您播出。体育频道，接下来为您播出。接下来为您播出体育频道，接下来为您播出坚强金狼酒 NBA 官方市场合作伙伴匹克体育联合特约播出。
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30年后的今天，老师也要毕业了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未来，看央视，懂中国。还记得以前我们说过的吗？相信我，总有一天，这里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这儿放一个小木马。30年后的今天，老师也要毕业了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未来，看央视，懂中国。接下来，您将收看的是接下来，您将收看的是
是传奇的缔造者，在人类的极限面前从无畏惧。他们是时光中的一座座丰碑，用记录一路书写他们的脚步。他们是一颗颗明星，点亮人们追求更快、更高、更强的希望。他们是真实的奥林匹斯山顶诸神，在历史的光影中照亮未来。而传奇从未终止，记录的存在就是期待着全新的突破。2016奥运年，奥林匹克召唤英雄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，这里是激情与梦想交汇的舞台，是荣耀与挑战回应的电台，更多的赛事在这里惊艳实现，更多的选择让你目不暇接。这里是逐梦不停的绿军，豪门争霸的战场，让火热的竞逐点燃亿万的热情。点击关注、互动、分享，这里随时随地活力爆棚，精彩打 call。最震撼的、最丰富的在这里相遇，最火爆的与最多元的在这里汇聚。这里是央视体育。拼搏，突破，中国女子排球队夺得了冠军。激荡40年，体育唤起时代搏动的心脏。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。厚积薄发，跌宕40年，体育点亮激情与梦想。冬奥会实现了零的突破，刘翔赢了，刘翔赢了，刘翔创造了历史。Yao Ming, China。振翅腾飞，澎湃40年。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。
体育建成共和国，由大而强。北京，相信体育的力量。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健身动起来。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健身动起来。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篮球公园。稍后呢将播出北京2022，晚上7点半将为您带来天下足球，晚上9点半播出体育世界，随后将为您送上一起说奥运。足球之夜呢将于晚上11点半与您见面，欢迎您选择收看。
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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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您将看到健身动起来。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。接下来您将看到英超世界。接下来您将看到北京2022。因热爱而痴心不改，因梦想而砥砺前行，因荣耀
而全力以赴。东京又一次奥运征程已然开启，东京崭新的奋斗目标已经锁定，奥林匹克的荣耀在召唤，又一场竞技大幕正徐徐拉开，每一份拼搏都会化作进取的足迹，每一滴汗与泪都将浇灌出簇新的希望。朝朝夕图更强，眺望东京，光阴短，征途长。我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，我们讨论了疫情在全球造成的严重性，看着增长的确诊感染人数，我们都很担心。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，我们最终达成一致，决定奥运会将延期一年举办。现在推迟一年好伤心啊，但我认为这是预防病毒传播的最佳决定。推迟一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，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为了世界的安全，我们愿意推迟我们的梦想。能在特殊的时期实现自己的奥运梦想，这对每个参与者来说意义重大。2020年东京奥运会还有一个象征意义，那就是人类战胜新冠病毒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奥运会就是我的终极梦想，就是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。会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，因为我们自己相信，一切从零开始。疫情终将会过去的，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奥运会延期了以后，必须得要有个转换训练。我不会去放弃。要加强体能训练。选择继续坚持下去。把
把心态调整得更好，心能够静下来。我相信选择也是一种力量。我们要自己安下心来，左手再趴下，提高自己的实力。每个技术的精确性，每个技术的精益求精，这种工匠的精神，我觉得要去多磨练一些。战胜自己，我们先不和别人比，先和自己比。征途险阻，从未阻止脚步。为激情进取不止，因执着奋斗不息。心怀奥运，追梦人初心不改，激情永在。
非常开心能来接手，以此为动力能够继续赛场上为祖国争光。我们的目标还是升国旗奏国歌。祝愿代表团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。17天奥运时光即将绽放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综合频道每天中午开启非凡奥运直播之旅， CCTV2 财经频道经典赛事录像不断， CCTV5 体育频道， CCTV5 加赛事频道全天24小时奥运播不停， CCTV4K 频道晚间黄金段带来超高清奥运直播享受，总台新媒体平台全面覆盖，前所未有的报道规模带来前所未有的奥运盛宴，奥运再来，精彩依旧，就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。